好，咁啊，听咧，如果系下腹胀痛咧，其实就未必系胰脏炎嘅病征嚟嘅。咁我哋睇翻个图画啦，其实胰脏咧就比较上腹少少嘅位置。咁所以如果佢发炎嘅话咧，可能会系上腹痛啦，胀住唔舒服啊，或者会有机会作呕作闷啊呢啲咁嘅病征。咁饮酒咧，其实就伤个肝脏之余咧，亦都会伤胰脏嘅，两个器官都会受损，所以都系唔好饮咁多。其實飲酒咧就一定會傷害我哋嘅肝臟同埋胰臟嘅，咁都真係建議大家咧就盡量都唔好飲酒啦。咁坊間有啲人就話啊，我飲酒嘅時候一齊食啲芝士啊，或者食得啲食物會唔會有啲幫助咧？咁如果你食呢類嘅食物嘅時候一齊飲酒咧，可能會減慢你吸收酒精嘅速度。咁但係對於你最終吸收嘅酒精個量嚟講咧，其實就冇改變到嘅。咁另外坊間就話啊，有啲藥物可以減輕飲酒帶嚟嘅後果啦，或者冇咁容易醉啊咁樣樣。咁但係喺醫學上咧，暫時就冇研究證明呢啲藥咧係真係有用嘅。咁不過如果真係有啲人話啊，我工作上真係要飲酒啦，咁有咩地方可以注意咧？咁除咗真係盡量少飲酒之外咧，就希望大家都注意翻身體啦，可能定期檢查翻有冇咩問題出現啊咁樣樣咯。好咁，胰臟炎咧就可以引起一啲併發症嘅，咁主要分為急性嘅胰臟炎啦，定係慢性嘅胰臟炎啦。咁如果急性嘅胰臟炎嚟講咧，可能情況真係會有啲生命危險啊，血壓唔係好穩定，甚至乎影響器官衰竭啊、呼吸唔暢順啊呢啲問題。咁而慢性胰臟炎咧，咁可能引起一啲消化方面嘅問題啦，因為佢可能分泌唔夠一啲胰臟嘅酵素出嚟消化食物，咁引起消化嘅不良啊，或者系脂肪便啊呢啲嘅情况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因为胰脏都系会制造一啲胰岛素出嚟帮手控制血糖嘅。咁如果佢慢性胰脏炎嚟讲咧，可能就制造唔到啦，就会出现咗糖尿病嘅问题啦。咁至於醫治胰臟炎嘅方法嚟講咧，首先就睇翻佢嘅原因係乜嘢嘢啦。譬如一啲膽石嘅問題引起急性胰臟炎嘅話咧，可能我哋需要做一啲叫膽管鏡啦，去通暢翻膽管，攞走啲膽石。咁另外就如果急性胰臟炎嚟講，引起一啲器官衰竭嘅，可能唞氣唔暢順啊，或者血壓低啊、感染呢啲咧，可能就要俾翻適合嘅氧氣啊、抗生素啊呢啲嘅治療去幫手啦。咁而慢性胰臟炎方面咧，可能都係要睇翻佢咩原因啦。譬如之前講過，可能飲酒係一個原因嘅話咧，就都唔好飲酒嚇。咁如果胰臟受損、消化唔好嘅時候咧，咁有啲叫做消化酶可以幫手嘅。咁又或者如果出現咗糖尿問題嘅時候，就需要去處理翻糖尿病嘅情況啦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